2016年主办宫庙，主祀清代台北府天后宫金面妈祖，开祭130年的历史了。那福成宫主祀金面妈祖二骂圣像，1888年刘铭传奏请朝廷赐令，新建台北府城大天后宫之圣殿神尊。原庙址位于清代台北府市，也就是现今228和平公园内。日据时期，原庙址被拆毁，金面妈祖神像因缘际会，于1914年三支庄长曾时月及黄建龙等乡绅申请一次赠作三支，于咱会使看到，咱会去三军一队啊！金会长，掌声鼓励。再次欢迎咱小吉人福成宫，是咱业主委员所专业的团队，组织着咱老家的领头，首先由咱三军一队来进入会场来表演，咱现场的观众以热烈的捧花声，再次欢迎咱小吉人福成宫的团队。现主持表演的就是来自咱宜兰的汉光仪队，伊上届精彩、最真实的表演，参不着咱全台各地所有庙会的庙会的这个场合。咱现场的观众朋友，麻烦你会当伫咱庙会的这个所在，看着咱汉光仪队的表演。在此，咱再一次用咱上热烈的掌声。来欢迎咱来自宜兰的国光仪队，参与着咱喷出小吉人福成宫，来参加着咱发台湾妈祖文化节。再次欢迎咱汉光仪队，来自咱们宜兰的汉光仪队，欢迎大家。我们的汉光仪队可以说威风凛凛哈，带给我们2018北台湾妈祖文化节最重要的祝福。所以这一生呢，各位你哪来高的很牛巨蛋田径场那个快六啊，非常特别哦。看到一队表演，也只有在我们双十国庆的时候才有机会看到。现在我们很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在我们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以及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也让看到咱来自宜兰的汉光乐仪队来这现场上精彩的表演。感谢恁精彩的表演，参与小吉人福成宫来到咱台湾，参加咱北台湾妈祖文化节。咱今仔日会场的现场来进行表演，再次欢迎各位。是的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，就是汉光仪队所带精彩的演出。那小吉龙福成宫呢，也是2009年、2014年及2016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的池东宫庙。主要侍奉的呢，就是我们的金面妈祖哦，姨妈。那开基至今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，是三支很重要的一个妈祖信仰文化中心。那我们再次谢谢小基隆福成宫以及我们的汉光仪队带来的演出。那在讲到咱的小吉人福成宫吼，伫个咱清光绪，也就是咱西元1888年的时阵呢，台北府城大天后宫，咱这个殿殿的神尊吼，我庙址就伫个咱清代台北土地，咱的城中心，因为迄时阵吼，咱伫个日本古代时阵呢，咱金面妈祖神像因缘际会，伫个1914年，根据呢三支庄长啊曾时月还有王建龙等乡绅，他们呢疑似振作三支，所以续建呢我们1919年新建的修建人福成宫。来，掌声鼓励！再次感谢咱来自宜兰的汉光仪队，参与小吉人福成宫，今天来到咱台湾参加
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由咱桃园竹火宫所来主办的天后双红特惠园的活动。再次欢迎小吉兰福星宫，咱的所有团队、业主的委员以及咱的工作人员，在此恭祝福星宫天上圣庙神威显赫，求个万里，庇佑万民，让咱平安顺利。记得下周就是十月十号的那个国庆日了，我们现在今天提前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双十国庆的氛围。那再次谢谢我们南汉光一队的精彩演出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下手无难，天地好朋友，在天上先来欢迎啊！咱的小吉人福星中的天上圣庙，圣庙。来，我们欢迎小七龙福星庙，由我们乐团及诸位所率领全体人员，欢迎你们。这就感谢咱业主位，这就咱感谢咱三支福星中的业主位。来注意来带领着咱的干部技术人员以及咱的工作人员，保持着咱三支福星宫天上圣庙的圣诞日平安会友的现场。来，请咱所有现场咱的好朋友和双手合十哦，来，咱做会来敬拜咱的小吉人福星宫，咱的天上圣庙，希望天上圣庙保庇咱每一位乡亲，拢会使顺利、健康、平安、大赚钱。好，我们欢迎小吉龙福星宫的我们的金面妈祖，我们的姨妈来莅临我们的会场。也再次谢谢我们的福星宫的莅临粉丝的活动哦，天后相逢桃花源。那再一次呢，代表慈护宫感谢我们福星宫所有人员的业主委的带领之下呢，再次谢谢你们的参与，谢谢你们，感谢。再次相信中央，来就来三支三支福星的人福星宫天上圣庙，咱的金面妈祖的圣诞。也再次感谢咱业主委，带领着咱的管理团队、技术人员、行政人员、工作人员，扶持着咱的金面妈祖，引领着咱今仔日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庆祝双红特惠园的会友现场。再次以上届热烈的掌声，再次欢迎咱七个人福星宫。哎，那么请咱福星宫咱所有吼，咱委员以及咱所有参会人数，甲大家挥挥手好不好？谢谢。你的莅临，谢谢。那我们也恭祝金面妈祖，来，感谢吼，谢谢咱小吉人福星宫，介绍是咱何大华董事长所带领，咱的财团法人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。新港奉天宫为2009年至2018年协办。